今日翻嚟呢只高达啦，咁最近又出咗个新活动啊，铁血的孤儿啊，咁可能佢系食住动画依家嗰个势啊，所以就咧即刻出埋呢部啊天狼型嘅巴巴托斯啊，系啦，咁啊 W 嗰个活动都啱啱完咗啦。啊！呢个啊，三关全部都系单挑嘅，呢关就打巴巴托斯啊，跟呢关就打个系啊，古身系啊，古身重锻型 FC 啊，即系多形态啊！佢哋嗰个系列啲机啊，一部机好几个形态啊，仲有呢部啊高达维道尔啊，跟住咧啲礼物都 OK 正啊！又基本上都系啦，打点跟住草点，跟住就去换嗰啲奖品啊，系啦，跟住又系有个万能设计图啦，有两张，跟住有个榴弹券，三星嘅榴弹券，系啦，咁啊，今集嚟打翻场先啦，啊，每关打一次啊，啊，即系讲起上嚟，即系。Blacker 三嗰边咧，就一弹 DLC 咧就系出噶啦。咁你睇翻佢之前啲 DLC， 你都可以见到佢应该又系见动画做紧《铁血的孤儿》，所以佢啲 DLC 都出咗好多《铁血的孤儿》嗰啲机体啊，好似第六形态巴巴托斯啊，跟住天狼型巴巴托斯都出晒啊，跟住有古身呢啲都出晒啊。但系佢反而呢部冇出喎，啊，反而呢部啊。咁啊，维道尔系啦，反而呢部唔出埋啊，奇怪啊！最后一弹 DLC 啲机都已经系有埋资料睇啦，依家有部全装甲版嘅 Unicorn， 跟住仲有几部唔系好记得系咩，但系总之就系冇呢部啊，最后一弹都冇佢啊！啊，唔知点解又唔出埋啊，可惜啊，有啲。咁啊，同埋今次个 DLC 都出得算快啊！情人节14号就系嗰日出啊！唔知系咪搞事啊？情人节出 DLC 啫，好似有啲咩恶意咁样啊！官方嘅恶意啊！咪嚟啊！打翻三场啊！打翻三场啊！基本上就唔系太难打嘅啫。你啲机高级嘅话，其实都打到，冇咩技巧。反正佢系得一部啊，个人建议最好啊，有部有闪避招嘅机体，或者有部防御力高嘅机体喺前面食招啊，跟住揾几部喺后面打，咪 OK 噶啦。就好似我依家揾部地狱死神，佢有招分身，唔系分身啊。类似分身的超絕殘障系啦，嗰招叫超絕殘障啊，同分身的效果一样，即系同闪电啊、命运啊嗰、那个分身效果一样啊，可以 100% miss 人哋啲招数啊。咁啊，最好揾一部咁样嘅机啊，喺前面挡啊。其他几部就负责打咁啊，冇乜太大问题啦，跟住就啊，好简单就打赢咗。即系目前所知咧，有呢个闪避招嘅机体咧，就有闪电啦，跟住有死神啦、地狱死神啦、命运啦，暂时所知就有呢四部啊。唔知道有冇记漏啦？咁死神咧就三粒星啫，闪电就最容易攞到噶啦，两星机嚟嘅佢本身系啦，所以个人建议系如果你冇其他嗰啲死神啊、地狱死神嗰啲，你可以去升闪电啊，应该唔难抽噶啦。跟住地狱死神就最难啦，同命运，因为两部都系四星机啊。咁啊，呢啲就你自己睇情况啦。即如果你玩了一段时间，我相信你点都会有上面嗰几部啊，除非你新玩嘅啫。即如果你已经玩了一段时间嘅话，应该至少都有部闪电噶啦。所以你
可以投资定啊，可以升定部闪电噶啦，投资定啊。不过同埋要注意嘅就系闪电佢嗰招分身冇记错，好似系最后一招技能嚟嘅，即系话你如果要学佢嗰招嘅话，你部机一定要升到四星先得，即系你部闪电。你升唔到去四星嘅话咧，你嘅级数系唔够你改造到九级，跟住你就学唔到佢嗰招最尾嗰招技能。佢最尾嗰招技能要九级先开到嘛。但系如果你譬如死神地獄死神嗰啲，你一抽翻嚟一部三星一部四星，咁啊可以直接学到啦。因为死神同地獄死神佢嗰支超绝残像就唔系最尾嗰招嚟。好似唔知第三定第四招啊，学到啊！因为命运我就唔知啦，因为命运我冇啊。咁同埋我又唔记得咗嗰阵时睇扭蛋嗰阵时佢系第几招啊？系咯，不过命运佢又系四星机一抽翻嚟就可以升到五十级，即系可以学晒所有招啊啦，已经可以改造到 level 九啊个 OS 嗰度。同埋戰艦方面，依家暫時我見就大部分人都係用大天使號，因為大天使號喺故事模式嗰度可以打，咁就普通嗰度咧有三次，跟住困難嗰度又有三次。困難嗰度唔止一關添，咪有兩關，不過第二關就比較難打，可能你啲機要高级啲先打赢啊，系咪？你每日啊，每日走去刷故事啊，即系每日都有机会打到嗰啲设计图啊。同埋大天使号最紧要系个效果啊，佢个效果系加呢个光速嘅攻击力啊，所以好多人喺嗰个竞技场嗰度都用佢嚟做武篮啊。一齐加攻啊，见唔见啊？加光速攻击力。即系譬如你好似同 High Liu 呢啲配搭嘅话就好正啦 ，High Liu 又系有一招可以加光速攻击力嘅，跟住加埋光速防御力，佢嗰个罩，佢嗰个防护罩啊，跟住仲有人加全体嘅，跟住你就可以做啲自由啊嗰啲啊，嗰啲好多光速招噶嘛，啲自由啊，特技自由啊，啊正义嗰啲啊。我走埋一齐用啊！效果相当唔错啊！跟住同埋零零啦，系啊，零零嗰啲都系光速招嚟。我哋话乜啊？千段二绝必嗰啲都系属于光速系武器啊！啲剑啊嗰啲啊，全部都系光速系。夹埋佢，唉，搞掂啦！系啦，咁啊三个任务啊，咁啊其实排名就不分先后嘅，佢三关，但系全部你打到最高难度都系出45分啊，嘢纯粹系分三部机啫，就冇话边部劲啲嘅嗰啲度。咁啊，今次呢个扭蛋咧，个人就唔系特别有爱啊，所以今次就唔抽啦。一系抽一次啊，抽一次意思下啦。啊，总之就唔会用100粒石就去抽11年噶啦。我要留翻等呢个 Double X 同呢个 Godfinger 神高达啊，等翻我两部挚爱先至再嚟啊。啊，依家有个特击自由添啊，四星必中特击自由啊！啊，中意特击自由嘅啊，依家快啲啊！快啲去抽啊！抽张券先啊！三星以上，真系净系三星。Mark Two， 系啊，波雷二世，普鲁啊 ，Blue 啊。咪意思啊，上一转算啦啊，就一次啊，睇下我啲运气系咪真系咁劲啊，
即系如果佢今次单抽佢都俾到部四星我啊，即系唔好话咩机啊，求其中到一部四星都好啊。以后佢出咩活动我都帮佢宣传下。啊，同埋啊，讲起呢只大乱斗嗰阵时候，好似香港嗰边依家系搞紧嗰个 C 三啊嘛 ，C 三唔知动漫定电玩节啊。因为我见有啲人喺 Facebook 度 po 个相，我见到有摊位系有呢只 game 啊，有参展啊呢只 game， 即系证明佢依家都啊好需要人去宣传下，都仲系好需要吸引新玩家。诶，睇你有冇诚意啦啊！我完全感受到你的热情啊！咪今集就喺度完啦啊，下一集唔知几时先会有啦，系咁啦啊，再见。